我很喜欢跟爱笑的人在一起。把羊儿放到一群练瑜伽的人当中，羊儿把大家逗得笑不停。It's hilarious. They're just running by you. One got on top of me while I was doing a back bend. 在美国，山羊瑜伽成了新的运动风潮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伦敦玛丽皇后大学研究二十只羊的反应，发现同一个人的黑白照片，一张笑脸，一张板着脸，不论是男是女，羊儿几乎都看笑脸。尤其把照片放在右边，羊更开心，代表羊是用左脑制造正能量情绪。这项研究刊登在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期刊，让大家知道除了宠物之外，很多动物都有辨识人类情绪的能力。你开心，动物也乐开怀，氛围就是一片喜洋洋。大爱新闻许淑媚。